拜你跟我去户籍事务所甲离婚。咱两个办离婚，需要两个见证人哦。你即马甲宋美华结婚，你是连我最后一点点的尊严都无爱还我就对啊！除了离婚，咱两个无第二条路通行。经过拄只那番乱战，已经完全无人愿意相信我。我即马还阁写头家字啊！方俊，方俊，朱丽萍，你得继续等你看你这个优秀的后生啊！伊是安怎做到出门，做到你对心肝？我爱你，跟我去户籍事务所甲离婚。咱两个办离婚，需要两个见证人哦。你即马甲宋美华结婚，你是连我最后一点点的尊严都无爱还我就对啊！除了离婚，咱两个无第二条路通行。我要有卢安杰一见米哥，我是想要米哥，伊喘气，搁当喘到有一点仔价值，爸是不肯答应，那日爸。你也是会承认啊！希望你不是我这个计划，最后要行一步，你家己都要行好着。比你遐尼熬，一定咱继续甲好太太、好媳妇，才是会了真好。是安怎？我第一提醒伊呐。你无别个选择啊！这段时间，你巴肚内囡仔若是不想看，绝对甲你陪。飞机是我叫人传，参照你这款世间人无百个在乎的卡笑。我无看你一家配，你一家嘴来就袂歹啊！你讲是要安怎？我这个大兄已经无意义啊，难过难过咯，全部到最末了，稳断，逆转。